我就大概跟他讲，然后他就边讲边不对啊，就一直就开始变了。对，就一直往我这边看，然后讲一句吞一次口水，讲一句吞一次口水。那照你这样讲话，那今天主题就是哥哥都没看过，这些妹都是这行的顶配版。哦，今天这几位，我跟你讲，顶配哦哦，顶配美女，顶配美女，怎么个顶配？好，待会一个一个出来就知道。你看看各行各业，有没有？蛮厉害的吧？哎呦，哎呦，哪里有 keyboard？ 好吧，这是那个电脑。就喜欢这根教鞭，哎，打死你！欢迎，有请，欢迎婷婷，婷婷，哇，啊，老师，丁老师，老师好，老师，有请，老师教的是体育还是数学啊？数学老师，什么？钢琴老师，钢琴，更钢琴老师，请问你接的那个学生是几岁到几岁？4岁到10岁。十岁以后就不接了，不能调高一点。因为我们也是初学者，因为现在学生就已经时间上就已经满了，对。不，你要调整一下，因为有教务类，对啊，像我们这种年纪的，也是音乐梦的，帮助我们这些老人，对啊，是不是？哦，什么是哆，什么是瑞呢？你教钢琴多久？大概3年。那你因为穿得太性感，然后被你妈骂丢人了？对啊，因为。那个我爸爸是军人哦，然后妈妈是家庭主妇啊，他们就会觉得说穿着比较性感的话，就是做一些比较特殊行业的哦，对啊。可是因为妈妈想太多，因为就是钢琴老师啊，然后她想太多，对啊。你跟他讲，哎，钢琴界现在欧洲开始就都是这样的，都是裸体，对，没有裸体就是性感的啊。嗯，那如果你穿军服穿得很性感，你爸爸会应该会爆炸吧？会，一定会。没办法，身材好不起来，这个都会想要展现好身材的、啊。但是父亲的立场没有办法，永远都是保护女儿啦。是，你有女儿吗？难免。将来女儿这样，然后穿这样，我会拉长队。乱讲，我会拉音调，让他家暴就对了。没有啦，就是乱讲。爸爸当然不希望女孩子割裂好的。那你的女学生会问你说，长大希望变成跟你一样身材？对啊。那你怎么回答？我们教钢琴都是1对1的、嗯、然后她就看着我的胸部说，老师，那我将来长大会不会跟你？哦，那看命运。那因为我们上钢琴课的时间都是1个小时而已，时间有限，那我希望她赶快进入状况、嗯、所以就赶快哄她，然后教她。就是这不可能，不是跟他说你乖乖弹琴，以后是以后再说，就赶快塞个饼干给他。老师这个就是弹琴练出来的。等一下，康哥，你要问一个敏感的话，你的小朋友里面，男生有男生有女生吧？还是说男生比较少，女生比较多？其实现在蛮平均的耶，对啊，蛮平均的。对，其实现在因为现在小孩子熟得快啊，其实真的。你现在铺梗子，你现在过两天就穿一个小学生服。老师，我也要来散步。我长得很像马里奥，我知道。家长应该都会陪小孩子去吧？不会，他就送到，然后就离开，因为我们那是社区的。对，而且那边都是妈妈规定。对，应该是。你送女儿去上课，你到门口10步之后你就给我离开哦。算过车程，来回3分钟。对，你赶快哦。超过你试试看。请问一下，你为什么很讨厌听到吞口水的声音？哦，就是因为我曾经遇过那种很变态的男生，因为平常逛街，那路人可能就是会盯着你胸部看，然后我就习以为常。嗯。然后可是。有一次有一个男生，他就是跟我讲话，他就不看我的眼睛，就一直看你的大眼睛。然后我就想说，他为什么说一句话吞一次口水，就很不礼貌啊，没有被尊重。你认识吗？不认识，路人。如果说路人，然后就把你拦下来跟你讲话。不是，他是一开始说哪里怎么走什么之类的。问路。对，因为我知道，然后我就大概跟他讲，然后他就边讲边不对啊，就一直就开始变了。对，就一直往我这边看，然后讲一句吞一次口水，讲一句吞一次口水。那照你这样讲话，那我现在有资格可以流口水了吗？不是，我用那个吞咽的声音，然后所以吞咽的声音可以大到你听得到，咕噜咕噜这样，就是觉得有点夸张。我那时候有想说他是不是有点精神病？所以他跟你讲话是这样。
不是啦，不是，谁推荐？谁推荐这样啊？我表演错了，不是不是不是，他是有那个水的声音呢、啊。那你不敢跑？没有哎、欸，哇！但是感觉已经有被骚扰的感觉，不尊重，对，就觉得说，嗯，这个像这种事情要小心。吞咽声太酷了，咕噜，竟然听得到吞咽声，所以这是吞口水的声音。以后我们访问不准吞口水，因为这被误会，怎么样？这被雷打到，他不吞咽的，吞口水要这样，那是大舌头，挡一下，绅士吞。你跟你的闺蜜去逛街，居然会吵架，为什么？去买衣服的时候啊，然后有时候比较撑得起来的衣服，然后店员就会在我身上比来比去，他们就觉得说，其实是女朋友买的，对，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说，哎，我要看这件，哎，你撑不起来了，然后他就会觉得说，我朋友就会觉得说，现在是怎么样？然后走到内衣店的时候，他说，你自己去啦，反正我们进去也人家也都不会，当然你进去，他站旁边的，哎，对不起。先生，男装对面，穿 T 恤就好了，我穿 T 恤。就是很多人说喝牛奶胸部会变大啊，你朋友也照做。对，因为我本身喜欢喝牛奶，然后喝了以后呢？我以前上学的时候，早餐都一定会有牛奶，然后爸爸妈妈小时候也会都会订羊奶，然后我不排斥那味道，我觉得我还蛮喜欢喝的。羊奶很健康。然后可是。我是觉得喝牛奶是体质的关系吧，对啊，然后可是他就会觉得说，哦，你都喝牛奶是不是因为这样子，所以发育这么好？我们小时候也是喝牛奶长大，大家都一样，我们现在都有胸部了，那他喝了以后就长大，那个是体质啦，他就一直拉肚子啊，乳糖不耐，好可怜啊，然后就请假，对啊，而且还要喝，上厕所还边喝，我觉得这是打直打到马桶，你就建议你朋友去做一个他喜欢的 size 就好，可是。是他觉得做的不自然。对啦，也对啦，反正人各有命嘛，对不对？像我们立冬，对不对？他也不会去加大树啊，对不对？我又多一个太短的毛病。没没没没，我没有说你太细，后管他会当真啊，后管树你没有，本来就真的。那你身材太好了，男朋友需要会音乐吗？不用啊，不用。你有没有男朋友？现在没有。太扯了啦！等一下，刚哥，这个太扯了啦！你父亲是军人，你有没有门禁？以前有，后来没有。以前是八点半收假。这个怎么可能？你会信吗？信什么？他没有男朋友。我希望他没有。你这个怎么可能？盲目的相信。你没有看上，你不喜欢。对，一定追了一堆啊，对嘛？眼光是不是追求不是满意的，多了父母亲那一关难过。一个军人，一个家庭主妇，你不是端正的家伙，一进去就被识破。那也不可能说追你的那么多都没有一个是端正的。端正，可能你都没有喜欢，可能条件到，可能条件眼光比较挑剔。对，你应该遇到也不是啊，是缘分还不停。我去看电影，这边走。神经病班长，他爸就出来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一起走，加油！等一下他坐我旁边，向左转，回家，屈步走，还坐我们自己板凳，还提正步，再提正步回家了。神经病，不好意思哦，真的要选男朋友，你觉得最重要的是成熟，成熟，然后还有信任。信任，你要信任他，他要是他要信任我，因为我喜欢自由，不喜欢被别人管。那你喜欢旅行吗 ？OK 啊。对啊，我所谓的自由是那种就是不要管我，就是不要管我，不要管我就翘了，就是我想要去哪里就我不想跟你也不要问我。那如果你吃饭脸上有一颗饭，我们不能管他。哎，真的哎。我曾经有男朋友，因为我吃饭那个脸上有东西，因为我就有时候吃巧克力嘴角会黑黑的，然后他就不跟我讲，然后到很久的时候才跟我讲，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不跟我讲？没有啊，我觉得这样比较可爱。那可是我觉得丢脸啊。对啊，这种又可以管。巧克力是咖啡色的，就很明显啊，就在两边这样。对啊。好，希望你赶快找一个让你自由的，然后成熟的男人。这成熟男人比较会放你自由。对对，年轻的他们都太小心眼。真的。是不是？哦，像鹏哥、曲哥他们都很自由的。对啊，随时不见。哦，
今天大概六年没回家，太久了吧？我老婆也没抠我，没抠过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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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时候看他从门前骑过去，也不叫他，没事，有来报平安，嗯嗯，两声过了 ，OK， 还活着，请坐，没事没事，好，谢谢。